想问嗰个位置都唔一样啊，即系个感觉。玩嗰个场真系唔可以换数字嘅，因为睇资深，佢三波同埋五波系两样嘢。佢有时候佢五波咧，你260几已经系去到九嘅资深，然之后佢三波系正常嚟讲，我个暗差而系，即系如果照波嚟讲，180度啊，或者三波200再转噶嘛。得到九咯，嗰個場都500、500、600已經去到九咯，好撚快喎三波。反而三波同四波之間，同埋四波五波之間就差好遠咯。但係幾乎嗰個場，其實嗰場咧，佢 keep 住都係四波同五波。如果實拍嗰個場，永遠都唔會落到三波咁滯。